林北就是卖一个，卖一个就是林北了。林北讲的是林北的事情，林北讲的又不是林北的事情，林北讲的是林北，林北自己的代志，林北就是林北，你要怎样？你要做林北，林北就做你的林北的。这个3.5公斤，就是来自智利的三文鱼。三文鱼的弟弟是六文鱼吗？三文的弟弟是二文鱼啦。吃一半可以帮身吗？这个吃一半可以帮身吗？买我的三文鱼可以放在鱼缸吗？你那你妈妈生你是真的没有生给你脑嘞？三文鱼是不是处女？妮娜她的东江大了，你说是不是处女？那一块是塑胶的，妮娜塑胶的，你娘啊哦，骂了台湾人啊！哎，这个没有骨的、啊，没有骨的、啊。三文鱼是不是猪肉做的？不是，三文鱼不是猪肉做，三文鱼是鸡肉做的，鸡肉做的。韩国鱼，不是台湾那个韩国鱼啊，不是台湾那个韩国鱼条。韩国不是台湾的那个高雄的以前的那个什么我不知道啊。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공지공考古军情公我空军卡拉布崩盘看结果空克拉空军公我奥的固定经过了瓦工崩盘的基础公报你看안녕하세요一包买螃蟹的指甲有吗？他说吃不完可以退吗？做了我九个月，一条皮身都没有跟林北买到。海虾是我30只到40只，他会说中文吗？可以，你买回去你教他啦。这条鲍鱼很神经，你呐，他妈的这一条是鲍鱼啊！这是小鸟，这是小鸟，这个不是鱼啊，这个是小鸟。鱼可以防身吗？可以啦。看，吃你的月饼，没看见嫦娥，是看到菩萨。吃林北的月饼，没有看到嫦娥，看到菩萨。这个叫流沙包，你看我还没有打开而已。流沙包里面是沙吗？没有，流沙包里面是石头。吃你的东西，我阿妈自创都好。今天是我太婆的生日，可以唱大悲咒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爱了我阿嬷起来了，清明就不用去拜她了。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就想买香蕉哥哥买的花枝圆，林北是王雷。元宵节每个人要欺负我，林北等你们啊，来咯，来，台湾的朋友放马过来，什么问题敢敢问？彰化榴莲很好吃。妮娜，你当我们新加坡人所害啊？林北在猫山王，他说要拱山王，有卖月饼吗？元宵节来买，问林北有没有卖月饼、啊、有没有卖榴莲？你那刚才林北不是在卖榴莲啊？刚才我不是在卖榴莲，不能再卖什么卖什么赛？榴莲马币多少？林北已经讲很多次了。是新币，新币，新币，已经讲了多少？新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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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币。为什么你的榴莲没有刺？榴莲现在拔出来，哪里还刺？还有刺？有啦，我下面有刺，你要不要？冰淇淋有没有三文鱼的口味？买冰送三文鱼吗？你妈的啦！买冰淇淋有没有送冰？有没有送冰箱？这只鸡超度了没有？我哪里知道有超度？买你的鸡腿来，这只鸡可以生蛋吗？这个可以生鸡蛋。你看着贵啊，可以去后面的海滩游泳吗？想游泳？想。爆米花一粒有多重？你的爆米花一罐有几粒？爆米花一粒有多少罐？爆米花。每一粒是公的还是母的？你吃完那个爆米花，剩下的罐子可以送我吗？你拿这个来干嘛啊？放骨灰啊？你的鱼是不是从后面跳来跳的空？那今天心情不好了。iPhone 12有卖吗？看那等清明了，我烧给你了。手表有长短是真的吗？他跟我讲，台湾朋友问我。
手表长短是真的吗？你看啊，你看啊，你的手表一秒有多少分？哎呀，台湾朋友，我要买表戴在我脖子。他要买表戴在脖子啊！我这个是防水的。他问我有没有防我的手表。妈的，我你娘！手表可以加热吗？你的手表可以带进去火化场吗？买的手表时间可以走慢一点吗？手表的皮是不是三文鱼做的？手表没有戴的时候可以放冰球吗？买手表找不到老公可以退。你老公不见你关我这个手表屁事。哇，王雷，我要买你的手表，请问可以多少人一起吃？多少人吃啊？吃你爸爸的老油条，吃你妈妈的臭豆腐。我直播我的闺蜜跟安卓，我为啥不用来？我要买什么东西，我的事情啊！你来恐吓我做梦。林北，台湾的凤梨多么好，我昨天买两粒来吃。我太太昨天吃，今天马上来月经。我准备怎样？买一套海鲜送一粒台湾凤梨。你呢？没有跟林北买东西，又要林北听你的话。啊，你哪有这种人啊？你给林北多少钱，林北要听你说，林北不用不可以卖台湾黄梨。别人的是林北60岁了嘞，林北现在已经4个孙，林北一个老人家，你还要来叫林北不可以卖黄梨，你讲什么鸟话？我新加坡人，我是土生土长在这边出世的，我的国家有5颗星星嘞，哎，还有一粒月亮嘞，还有一粒月亮的嘞，他妈的！起来赶紧讲，那自己往来得起，渡到自己的奶奶，刚好渡到我的奶头。戴帽子就是陈雷，奇怪嘞，戴帽子是陈雷，你讲什么话呢？哎，我留两片胡子不是林子祥，老人家才喜欢你的专辑，你讲哪？我跟你讲，人家抢的，有没有？有没有？啊，佛哥，佛你妈的啦，佛哥。可以在地府交面交，可以啦，我叫我爸爸过去都送给你，一起拉你一起走咯。这么容易，这个是台湾的啊，这个是来自台湾宝岛的啊，首奖是我们的1000银子，恭喜恭喜！我们朱正义和你孙孙啊，卖靠腿靠步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买呢？跟我买，你的公妈一定会受到；你不跟我买，你的公妈一定是很饿很饿啊！问我那些孤魂野鬼好兄弟有没有隔离14天？你知道林北，你以为林北是阎罗王啊，阎罗王啊？精子是公的母的，你哪里这个问题是假赛的问题？林北今天在卖精子，你来问我三文鱼多少钱？精子能买走王帝王蟹吗？去死啦，假赛啦！我裂了啊，一开场我就裂了。没有拜完可以放冰箱吗？你哪可以烧多久？你哪现场可以烧来看吗？你哪？精子有防火的吗？这种话你都问得出来。精子可以去 7-11 买，不可以哦。精子、银子你要去 Starbucks 买哦。贵逻辑，贵逻辑，有没有？现在买凌晨走。你那谁讲的？如果烧了你的精子，我可以复活，我的阿公阿妈可以复活吗？可以买来烧给特朗普吗？你那这句话，你那的，你这句话很绝的。谁要乱讲的啊？这个就是我老板啊！我跟你讲啊，他要你3根走，绝不会留你到5根的啊！这样啊，伊利啊，打开是一来被隆重可能啊，很像值金子。林北现在在卖那个鱼蛋，你说很像金子元宝，你这种人啊！我准备的是3只，小只的请不到我阿公，大只的香才请到我阿公。你十外岁冲掉我60几岁啊！可以蓝帕减一粒，可以一粒蓝帕就好。哇，老这个漂亮嘞！我接水，里面包虾的啊，卖这些做什么？卖来吃的，不能买来烧啊！虾剪外面包的是金子吗？你起，一直听我讲粗话，你孩子就会讲粗话啊！做么？你的孩子一直听周杰伦的歌，他不会变成周杰伦啊！代言棺材要躺下去，朱正义啊，你控。那我跟你讲，如果代言棺材，如果价钱可以，我躺。代言棺材的价钱很高的话，可以买起来。你这种人啊，
无大无水，伊讲我去代言棺材料，哦，直接躺下去，他说直接可以埋掉，你咧干你。